非常精彩。嗯，红庄是去年全中运冠军。哇，又是一个冠军，又是来连霸的。对，那蓝庄是去年。哇，很快的时间。去年国三的全中运冠军。哦，讲的都是冠军啊。对，留下一个上高一之后来挑战学长的金牌，真的非常的不容易。好，蓝庄选手是杨梅高中的陈星，红庄是嘉义嘉职的黄守嘉。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很可惜。南方非常积极，想要做爆火摔。没错。刚刚可能是有勾到脚。哦，没有，现在是判的消极。被判了红，南方一分，红方消极。我现在说。蓝方非常好的机会啊，因为两个势均力敌，其实要怎么样拿下分数都非常不容易的，只能在这种时候。蓝庄进手了，有机会做滚球。感觉红庄选手是，应该是防守是非常好的。对，防守家的地板是非常强。有没有机会？差一点点被摔出去，哦，有了有了，有两分。现在有没有机会滚球？现在夹起来吗？哇，可惜，太可惜了。好，现在比数来到了2-1，由红庄领先，上半场的时间差最后的36秒。红庄选手一直试图要把对方摔出去，没有机会，有压制胜的机会吗？有压制胜的机会吗？我现在直接比数来到了5-2，由蓝庄领先。还有17秒压制，17秒的时间，有没有机会呢？这个是个非常好的机会，有没有办法把握住？看裁判老师，蓝庄选手感觉，红庄选手感觉举起来呢，没错，红庄选手感觉是非常稳的，完全没有在。看起来是，哇，时间到，非常可惜啊！黄庄选手用力的敲一下地板。哇，蓝方选手从开局就是积极的想要做爆头摔。没错。终于让他做到一支。真的，然后也让他拿下了一个很好的分数，现在是5-2。可是刚刚最后一个压制胜真的非常非常的非常可惜。对。时间再多一点的话，可能裁判老师就会判。只能说。红方选手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，对，他非常的稳，完全没有挣扎，对，因为他知道他的肩膀还没有完全下去，没错，知道还时间也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对，这是经验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有机会吗？9-2，再一分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一个头滚？对。但红庄选手双脚是跪在地板上，感觉是非常困难的。哇，感觉蓝方选手其实应该蛮累的，因为刚刚连续这样子的动作。现在红庄选手应该开始积极进分。不过还有时间，下半场时间也只不过过了40几秒而已，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。有没有机会呢？有，锁到了。有没有机会甩出去？哇，1分！哇，比赛结束，最后出界一分收场，10-2。哇，恭喜杨梅高中的陈诚心。以10-2的高分获胜，不容易耶。
高一而已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很有实力的一个选手。